甲木五行属木，为阳木。你看它的概念，这个高贵的、有名望的、第一的和首领，当然这十天干我们今天讲到的仅仅是这十天干里面很小的一部分，还有很多我们生活中不常用的东西，我们在这里不多延伸。如果要讲的话，一个甲木讲一天未必能够讲完。为什么是高贵的呢？概念方面，又为什么是有名望的呢？第一的首领呢？为什么甲木是十天干的之首，从甲到贵它是十天干的老大，我们叫老大、董事长等等等等等，说它是处在最高的位置，是很高的，有高贵的相应。这代表是人，如果是把它模拟成物品的话，模拟成物品的话，我们可不可以说它是高贵的呢？是吧？如果说比方说这个人是个社会上的一个人，但临上这个金门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的任何符号的时候，当临上甲的时候啊，说明说这个人是比较名望，因为金门表的是名气，那是有名望的。第一的它原理是什么呢？做任何事情，如果说我们要把它定位成事件事体，我要做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它一定要争第一，因为它还是代表十天干的老大，是第一位的。十天干我们可以排序，从甲到贵我们可以排序，甲为一，乙为二，丙为三，等等等等等，所以说它是有一之相，所以它有第一的这个相。首领还是由十天干这个甲第一的来决定的。我们上次讲过关于这十天干，把一十天干模拟成什么？模拟成这个社会的人这个阶层的话，这人分三六九等，是除了甲之外，后面还有三奇和六艺，而甲就是老大，就代表这个首领，是这个意思。首领是这样来的。好，模拟成人，模拟成人的时候，他是领导的人，领导人。这个社会阶层里面，甲是最高的，模拟一个国家，国家的元首；模拟一个公司，或者公司的老大；模拟一个家庭，是家庭的老大。我们经常在办婚姻的时候，当这个符号，一个女人，假如一个女人她领上甲的时候，一个女人领上甲的时候，她家里面是她说了算的，她是老大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它是由甲来决定的啊，就甲这个符号来决定的。当然在奇门遁甲里面，遁甲甲是不会出现的，而甲是引遁的这戊己庚辛壬癸之下的，它是引在这里面。当我们看到戊的时候就知道是甲子，我们看到己的时候就知道是甲戌，我们看到甲申的时候就知道是庚，看到庚的时候就知道是甲申，是这样来锁定的，就准确的判断家里面谁做主，是这么一个状态就出来了。领导人经理，领导人和经理从本质上讲它是有区别的，它是有区别的。那么怎么样来锁定它到底是经理还是董事长呢？又由其他的符号来决定的。比方说一个人临上申门天干又是甲戌己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己土在这儿，当申门是指死门的时候，指死门代表是行使权力的人，他们说他就代表着这公司的经理啊，董事长呢又不是指使们来决定的，他是由执府来决定，他名上执府为老大、元首、元帅，就是说他当名上执府的时候，
叫做董事长的意思。将军和元帅在我们目前的生活之中呢，用的非常少。如果这个人我们知道他是部队的领导，当过兵的，我们就可以确定他。在奇门遁甲里面说，须会奇门遁，来人不用问。有些事情我们从奇门遁甲里面会找到，第一，他是元帅或者将军的符号。比如说当一个甲木，当一个甲符号临上什么伤门或者是堕门的时候，他是将军，是元帅。现在将军和元帅我们很难记住，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可以带到他是部队上的领导是可以决定的。因为堕门和伤门代表是武官啊，武术的武，武职工作的人，一个武职工作打交道的人，说明说他是肯定跟将军元帅有关系了。当然在其他的时候，你让堕门和伤门的时候，又处在最尾巴上的，比方说会啊刃啊这个符号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锁定他是保安啊，是一个小区的保安，因为他的级别是最低的，任何贵是吧，是最低的，可以说是保安，也许是小区的保安。当你那甲的时候，有可能是元帅了。在这里虽然都讲的跟这个十天干的相应，在这里讲相应，我们要知道它怎么来的，我们需要必须要结合这个奇门局的入宫来讲，大家才容易听得明白。如果我在这讲只把这十天干所代表这些意思给你念一遍，你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并且你在奇门遁甲局里面你是没法应用的。所以我们讲的时候呢，最好结合一些这个汉族属灵上的这个九星八门来讲，大家便于去理解的。好，这是看他的人物方面，他的这个形态，他是这个形态方面的哈，直、方、高。我们解释这个乾卦的时候，在六十四卦里面，乾卦的时候，乾卦也代表是直、方、高。为什么？因为为什么乾卦甲木为什么长生在亥呢？因为甲木有乾卦之意，所以说有直、方、高。都从单从这个自然现象来讲，假如把这个甲木真正比喻成这个大林木，这个最高大的木头，高大的木头它是不是很直的？是吧？那你往甲木的人怎么着，它是很直的，怎么单枝单杆的，像我们这样站得很直的。方为什么叫做方呢？为什么叫方？我们从甲木的相来看，上面这个田字这是方的，就是说从这个方也从这个甲木这个相是可以看出来的，它不是扁扁的，不是圆圆的。说不对老师，木头就是圆的，你不要去较这个劲。我们在生活之中长期会用到，哎，我要用一桶方木，用方木来架打亭子也好，架庭院也好，用的是方木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它能改出方木来出来？因为这个首先这个树很大，它能够做出这个方木出来。一个很小的树，你能够做出方木出来吗？不可能的。高是因为大森林之木是最高最高的那一棵，就是十天干之首，具有高的这个象意。它通过这些直方的这个自然的象，可以模拟人体长，在这里代表是长方，代表是高大吧？啊，长方脸是国字脸，为什么是国字脸？国字脸跟这个甲木这个头子是一样的，但脸不像我们尖尖的尖嘴猴腮的，不是，脸是方的，因为甲木的上部它就是方的，所以说叫国字脸。皮肤清白，那种苍翠的高大的，长成那么高大的木头，它的植被它的树枝和叶子不茂盛的话，它肯定不可能长这么大啊。这个皮肤是清白的，因为木的颜色代表是绿色的，是吧？是清白啊，青色的，青色的啊，青色的。
然后这个脸，当然人没有这个脸是绿的，绿脸是青的，那不吓死人了？不是，这种形容，就这个人最近怎么了？脸清白清白的，哎，这个意思。浓眉秀发，在这里怎么讲？为什么贾木人是浓眉秀发呢？树子要长成那么大，它的枝条、树干、树枝、叶子不茂盛的话，它怎么样去进行光合作用？它怎么样去吸收营养？所以说，但凡贾木的人，他的浓眉毛是很浓的，头发是很多的啊，有这样的一个信息，是根据孩子根据这个木来解释的啊。再来看他关于他这个性情方面，他的性情特别是威严，这个威严就他最高，他不威严吗？我们看到公司的董事长了，经理了，好多人都怕，所以说对方那个气场，你看这种威严的气场，正直又是怎么来的呢？一个人选派成为公司的董事长也好，经理也好，在这个正直，当然有些公司的董事长和经理未必是正直的，在这里是用形容词。为什么正直呢？贾木既然成为大林木最高大的那块木头，它不直，它弯弯的，能长成那么高吗？不可能，又正又直。关于愉快，就大家就不好理解了啊，大家就不好理解了。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，叫心无愧坐心常坦，因为甲木它是最清高的这一块，最正直的，因为甲合体形成一个中正之合啊，他任何事情都在正义的一方，不管他成功与失败，他的心态啊，他都是愉快的。夺蛋怎么来讲呢？夺蛋，别人都仰视他，做任何事情就他站得最高，他竟然也是最高的那一个，是十天干之首，所以他又表现出有夺蛋的能力。别人你们都比我低，我很高，就像很多皇帝以前是也叫贾木，很多的皇帝也叫贾木，就说有夺蛋、武蛋之意。心高还是它的高度啊，贾木是最高的那一块，它是它的高度。清洁又怎么来的呢？在这里，这个威严和清洁都是贾木的概念。为什么有这么多象意呢？在这里又怎么去理解呢？好像这个威严和这个清洁根本就不沾边。对的，根本就不沾边。我们形容某件物品的时候，在这里需要用它啊，这个家里面打扫的干干净净啊。比方说问罗老师，我一个房子怎么样？一个房子淋上甲的时候，声明到了这个房子，我们可以淡定这个房子家里面是打扫的干干净净的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好，我们来形容，我们现在这个思想要放在一个很远宽的这个自然现象里面去。我们现在想这个家里面一个最高大最高最高的一块树木，它离地面非常的高，它就是下雨了，这个泥污也溅不到身上去，阴鸟它也站不上去，而这个雨水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，最先淋到它的，打在它的身上，把它的身上的叶子冲刷干净以后，再往下流的时候，这个水就已经不干净了。这样雨随时在下，所以说它是随时在被冲刷，所以说它最先冲刷到，被冲刷到，它是不是一种清洁之象就出来了呢？我们要知其然，要知其这个所以然。浪费，好，浪费在这里，浪费又怎么理解呢？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想，我们到某个地方旅游去就玩啊，看到那种多非常高大的这种树木，特别好。哎，如果拿来做一个房梁，做一个柱子，那多好啊！但是我告诉你，你根本
没办法运下来。当这个遭雷劈了以后，他自然死亡之后还是没办法弄下来的，只有在这个森林里面慢慢的腐烂掉了。这么好一根木头，这么高贵一根木头，这么大一根木头，不为我们人类所用，而看着它慢慢的腐蚀掉，是不是叫浪费呢？这是从自然来讲。那从人来讲，很多领导人，很多有钱的人，董事长也好，经理也好，很多领导也好，你觉得他们浪费吗？是吧？吃的、用的、住的、行的，哪个不浪费呢？我们在生活之中，我们是不浪费，不浪费是因为我们没有，有了，哼，也许就浪费了，啊，你就浪费了。这是真理来解释。当然，当然浪不浪费，啊，毒蛋不毒蛋，不是一个甲木本身来决定的，是甲木这个符号宫里面属于的心、门、神来作用和修饰它的时候，才能够做出一个准确的定位和判断。比方说，这个人名叫天蓬星，天蓬代表是贪，这个符号就告诉我们，这个甲木很贪，所以说就把这些毒蛋啊，有个人为中心啊。比方说，您天星星，天星本来这个星是吉的，但它有九星有望、相、休、求、废，对吧？当这个心天心处在废地的时候，说明说他就表现这种独断专横的，他就不愿意接收别人的信息了。好，那么天心星望向在哪里宫位？我生之月成为望，是吧？废于父母，天心星是生在了属土的宫位，比方说生在了艮宫啊，艮宫这个宫里面，这里有三个甲木的时候，天心星实际上就是废地，废地，说明说这个人有心思，这话就是废话，你动了脑筋全部没用的，是废地的，所以出现一种状态。而再结合门的这个入宫的旺衰来判断，他是一个独断的，还是个心高气傲的，还是个真正正直的，来进行判断啊，进行判断。这是甲木所代表相应，当然甲木在奇门遁甲没有出现，我们要知道甲子在戊之下，甲戌在己之下，甲申在庚之下，甲午在辛之下，甲寅在癸之下，甲辰在壬之下，大家去理解就行了啊。